子真不够。GBL 他是有在垃圾场附近那个打野。我费子又掉一个。嗯，哎，费子五十九啊。啊，费子五十九，现在裂了呀！上一局也没打好，上上局也没打好。他这是要寄希望，确实。你直进又是强侧，不如直接回去啊。GBL， 你刚说完，就已经有 GX 去路过他们的这个据地，对吧？据点啊。就这附近的野点视野。物资都很丰富的，很多世界赛做个一圈信息王，他还先搞了你一个，他根本不亏，又搞一个。哎呀 ，GX 也是难了。当然 ，GX， 相对来说，他只要一出门啊，他就会被后面的人骚扰。对，他出不去。好一点是 GBL 他身上的这个道具并不是非常多，他就赌这个雷能扔。哇 ，Heaven 太稳了。子的心情也是个快乐队啊。啊。又倒了，哎，上房顶了，也被补，还剩最后两个人，位置应该也是可以排出来的。嚯！哇，我感觉他这波喷人如喝水啊！真是搞不了乱秀，搞不了，搞不了，搞不了啊！紫色星星踩到了刚才 Heaven 踩过的坡，然后把原点架枪的 Torch 哥给击倒了。这车胎一卸救也救不了。翻身，他现在也很快的，嗯，而他这个喷。他得炸两局飞机，学习委员啊。嗯。现在反而变成 GBL 被困在这个房区了。带一万个包进去。哇，马路中间开枪，你可真勇啊！快乐的队伍是多么的恐怖。对的。有很多时候，选手真的是心态决定了他的表现。嗯。你说他这个、一丝血没。击倒近点的必须要有无理男，只剩一个了。看看圈啊，圈是一个极限的左切，兄弟们。嗯，切十字路口去了。Ascend 一名的队伍，一个韩国队猛锤。那韩国队就是他决赛圈，他只要苟住就，因为那时候那个排名分高嘛，嗯，他只要苟住他就能拿第一。结果被泰国正身追着打，两边都堵上了。对，是啊。你分踩我两倍都给你锤了，所以从那个 Arrow 也要进城了。他扎扎扎到这个，哎，还行，进去了，可以进去，可以进去，可以进去当邻居了啊。嗯，命运共同体，这种圈倒是刷哪儿都有可能的。嗯，哦，这个 XO 的替补上来以后猛猛打啊，今天觉得他们所站的这个城的位置。就是吃圈是能吃圈，但是有可能会刷到圈边。这个就是刚才咱们分析的，他这个三刷四啊，他还是一个大缩，嗯，然后呢，只有四刷五，他才是小缩。从四刷五开始是一个小缩。好、啊，别被彩虹楼乱打。天机。车阵架的有一些瑕疵。这个天机也来了，来了，打了。沿途已经打掉一个了。路上掉一个，看大 A 老师，这波大 A 老师很关键。大 A 老师先捏的是雷。然后自己落地被移了，是的，三个方向过来，但有补枪，马哥打一个，但 Pyro 其他队员都贴在一起、啊，小左被雷倒了，有点危险，有点危险 ，Focus 一颗雷，还有，马哥先坚挺住了，有烟吗？这个位置没烟，被原点抽了，这就是刚才就是说到周围的枪线对他们限制很大，这个没办法，没到那个可以装 ，LG 没有压力的，嗯。他落地先被 Panta 打了，打了一个倒两个，打了一个，是的。Riss 在打药 ，Relo 也倒了，最 LG 最后一个 Kickstart， 转，差一点给他转了。他转的已经很快了。是的 ，Olis 就差一枪。哎，又拿五分。因为外围、哎、来了两辆车架车阵，先落地，先站住，然后再给雷。Vegas 这个侧线有点烦的，哇，我小五。小五的雷炸到了速九，这原点枪线有没有烟能封一下？车也飞了，不是吧？这车阵架的，哎，真是架的太不好了，这么多辆车都没有能够架一个。过程中阿卡德很勇猛啊，一直往前顶。这怎么可能给你跑到近点啊？巴斯尼斯原点疯狂撅把，还是要拼一下，因为他不拼他也没地方进。是的 ，Wicked 封了烟，也要跟队友一起走了，两颗雷掏出来 ，Wicked 这个位置才能炸得到。嗯。就这个烟能炸到，哦、拉环了，掉，出事了，出事了，给队友爆完了 ，VK 只能出烟，继续去走，阿德尔把自己补了。STK 经典，头顶上踩人了，哎，我黄旭是专门拉出来去打 STK 的，就想试一下乱杀，嗯，是的，你是要把这个人头先把补了，扔了颗雷，只补了一半，
CK 应该不会冒险去摁吧，进他得进圈了，他再不进圈来不及了。看到了 Twistman 来清了 Sun Sister， 这个麦兜还剩最后一个，埋在外面啊，没找到他。哦，被发现了，走脸上没办法的，又给 AI 拿到一分。 CK 还能扶，现在小北在疯狂换位置，但是他好像被 AI 发现了。小北得混过这个蓝圈收缩。别跑上去干嘛？别，这蓝圈一缩的话 ，AI 就得跟 SCK 打生死战了。SCK 也在看，其实两支队伍都对小北东边走 ，Twist Mad 不会让这两支队伍进的。正面牛 Happy 想要过马路去打，明明打倒一个圈边的这个架枪被打倒了，但马路中间很难过。化身也在往前顶，打倒一个，混烟继续摸，这马路上能扶吗？哇，真兄弟！烟快散了，侧面烟快散了。前面他脸上还有一颗烟。东边暂时没人看他们，东边水深火热没人管，而且最近的 Sense 人好像没有雷手上。SK 跟三 G 现在打得很激烈，对的，所以就是一个唯一的机会。是的，就这个机会抓到了，已经贴到围墙了，倒的这个没法扶。哎，看到了近点埋的这个已经发现了，没有角度，不敢露太多身位，但不好打这个人。先想办法用紧身的雷去排一下我油桶后面的人，打残了，脸上埋了一个，他换位置了，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手喷冲出来了，喷了一个，想办法把他拔了。我们也有喷子，是的，男的还能再往前爬一爬，爬到微笑后面。明明那个位置到不了了，蓝圈也快来了。哇，这个侧面一条路啊，对方是无脑穿围墙边上，对的。这个时候倒地就很难再扶了，贴到脚步了。哇，这个烟缝被他发现了，是的，烟散的最后一点点露出了头皮，头皮位，这位置救不了啊，要反绕蓝圈掏屁股正后夹击了。哇，非常激烈啊，这个难打难打，对方要从围墙拉出来，提前枪明明打赢了，但是自己也是被后续的补枪给收掉了。对，而现在毕竟还是多一个人，前面还能扶。哇，小北溜边，小北还能混，但如果说 Ascent 这个马路过不来的话，真的小北的生存率会更高一点。如果 Ascent 过来就有点难。对，拿个第三名的排名分也不错啊。特有一丝血跳进来了 ，Pyro， 这局就 Twistman 的快乐起来了。XO 马上跟 TM 要贴脸了，是的。但是现在这个局太明了，就是九个人，两支满编队。他们如果打起来的话，小北还有一丢丢机会，因为人头不停在那里换，都大概率就是第三。但打起来了，这肯定要打。我直接压上去 ，Twistman 已经上头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正面顶。是 XO 要把原点架枪的人摇回来了，爆了闪前压，无掩体过点。一换一，康子他在打药，哎呀，旁边有队友补枪。但这样 Twistman 依旧可以三人去顶啊。哎，这个雷能不能创造奇迹？哎，有东西的。我追了，追了，炸飞，是的，二打二，哇，这个雷是追着对手跑啊！小北起来了，小北怎么说？小北起来了，小北小心，左边还有一个。小北看到了一个过点，他看到左边那个了，秒了一个。崔斯奈没有扶人，拉到侧面去打架了。一二，一打二，一打二，上来能不能拿分啊？这个倒地的人在扶的，小北在摸了，来不及了，这时候就得顶，不顶也没机会。这个击倒了才有机会，对，这个得硬顶。对方切了个锅啊！小北得换子弹，八颗子弹不够打，打一个就一个撸，现在打一个吃鸡，找位置，打一个吃鸡，他拿分，他先拿分了，